好，我们今天要继续进行我们的全新，不是全新战役，是继续我们的溜比多摩战役。看一下哈 ，All right， 好，来了。我军已濒临敌军城下，而敌军仍在做困兽之斗。此战若是牵延日久，则难免落个两败俱伤。若延误战机，待敌军援兵一至，则我军前功尽弃，万事皆休。会吗？我们不是才上集才把黄绍的那个东郡城给攻下吗？兵起连年，烽烟不息，若不速速了结战事，必致百姓疲弊，仓廪空虚。主公应迅速出兵，尽早制敌，此乃上上之策也。这的确会是我们的上上之策啊！因为我们今天就要必须解决黄绍那支军队啊，让黄绍尝尝我们的厉害，三兄弟结义的力量。Let them taste our fury. 他说我们今天应该也会有一个很特别的节目，跟三国也有关系，呵呵。不过对啊，详细就等下部影片吧。今天都会以三国为主，我觉得礼拜五我们应该改成以三国为主，有没有？大家比较有时间玩电脑游戏跟看实况。Keep our campaign。我还是要等一下下。单机雷弹，我的机体真的超满的，哈哈。好了，我们已经有10000块了，哈哈。不过 对，没什么可以花的钱呢、啊。其实，因为我们现在一回合才赚304而已，没办法花掉这10000。这是 Han Dynasty 的 Soldiers， 不过 I don't care。我想要做的是拿下这里啊，可是这样行不通。我觉得 Anshu 德蒙会帮我把它拿走，还是算了吧。这个家伙。对，王朗他虽然走过来，但他的战力平衡跟我差太多了。他真要打我也不一定跟我，也不一定能击败我啊。那彭城，我看一下，接下来我想要去狼野吧，会对我们比较好。我们上一集已经控制了东郡啊，这座小型城市就是我们的最大的据点。好，建设建设吧，然后取武器，先升级中型城，加我的威望。不过粮食的确消耗很多，我们现在粮食，我现在粮食也没有很多，也许我们不应该先这么做。至于这个，这个我没有，没有差。好，那我就改一下，改其意志。嗯哼，怎么可以修了吗？哦，啊，这个其实有点糟糕，霉菌只能做一个。美俊只能改一个，好吧，先结束这回合，那看看刘备能不能多一点 replenishment。欲治良怨，先除恶草。Why? God damn it! 哇、wow, 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哎。忍忍 ，I can only admit。为什么你要跟我宣战啊？不想跟你打哎。哎，好吧，
这告诉我们必须要拉拢一些人了。他攻我们城，但是他没有打击我们，还真看不出来他到底能去啊平原呢、啊？怎么办呢？要想一个办法。王少已经攻我们城了，那不算什么，我可以亲自出击。又一股势力举兵对你发起战事，让他们领教一下主公的本事。你就是正义的制裁，我就是汉家正义，你敢对我宣战、啊、这很正常，因为他们都是黄金贼。韩遂跟董敏宣战，对，没差。王朗你怎么会这样子暴政覆灭、啊、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内战、啊、董卓势力的两名前任将领郭汜和李傕在京城造反，于暴君的势力范围内造成更多的混乱， More chaos。God 啊，不是，那是别的游戏。好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袁绍要选我，但对他选就选吧。但是这代表我一定得要跟一些人有关系。很高兴见到足下。嗨，你好。我当然没有要对你宣战，我是想要……哎，我又不是恐龙，是不是？我找曹操。真喜讯也。真喜讯也啊！很高兴你很看，很高兴你想看到我。好，我给你一点钱，你要不要？付款，付款。其实我觉得这没有意义，对，真的没意义。我比较想要解决，我比较如此甚善，如此甚善。我到底要怎样才可以让他？我到底要怎样才可以加入？哎，算了，我根本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加入。好吧，王朗是我的，也会算是我的敌人吧。我现在得先想办法解决黄袁绍 ，Anshu， 看一下能有什么议和。欸，他想，他们想，董敏或许啊，这才刚跟我宣战，他们不可能跟我议和的。这两个也算，他是我的目标，我怎么可以跟他议和？那提议统一，他们都不可能。这个快速交易其实还蛮直接的。我们会损袁，还以为我们会。我还以为我们会过几回合才损元。来共商所学之术吧，来吧，战斗到底。为什么啊？天哪、啊，我他们的人力也没有多好啊，而且我们还有第二军团呢。算了，不管怎样，我们得直接战斗。既然他都说我们会英勇惜败了，那我们就只能打下去了。因为皇上亲自领军吗？到这里。敌人的部队都是一些残兵败军哎，然后我们就只能进行这场战斗，以免我们损失过重。此非我等之苦难，乃是天下生灵涂炭。俺要把这群狗贼打个稀巴烂！我等厉兵秣马，但求一胜。你阻挡不了我的大志。I will stop you. I will stop you.You goddamn thief! I mean yellow turbans. 你这些黄金贼，敢跟我谈你的大志？我的大志更加丰厚啊！我的梦想就是要成为皇帝啊！你那小打小闹对我们来说又算什么？你能比得上一个要想要称帝的人吗？就是战前对骂的意义啊，我也要骂一下对方，这样才好玩。Yeah， 皇少 ，you need to die。没想到这场战力这么的糟糕，明明就是说我们有优势，结果又会英勇惜败。天哪，这到底什么东西？我都要快要看不懂了。不过上一场我们的确损失惨重，对，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会输啊。我们人员还是比他们多很多呗。总之，战场上见真章啊！
让我的记忆体舒缓一下。不过我们真的损失很惨耶，好啦，不过好啦，分好了，骑兵注意，遵命，拔剑备战。这几队真的很少人，但是又能有什么办法呢？骑兵听命，我们都掌握，稍微 group 一下，骑兵听命，准备好了，骑兵准备好，好样子，你在这边，因为我不想准备好冲锋了吗？骑兵听命，在后面吧。骑兵听命 ，Help the ears, I mean, G infantry。我们人力真的太扯，太低了，难怪会说我们要输。反正就试试看吧。然后弓箭手还很多，我们就不可能会输啊。射手在此。诺斯卡 Norascan， 好啦，我们开战，我们等援军来吧，他们会在我们阵后。终于来了，好，终于等到你们了。好，有没有快过来，加快速度，嘎索进呢。好，我要你们快点。他们在哪里啊？忘记了，没有看到，小地图也没有显示。反正对吧，我们就 老样子等我们的援军吧。看到，虽然说很卡，但是各位还是可以看到，哦，益州工兵，益州工兵，益州射手，最好的优秀，我最优秀的步兵都是这些了。啊，最优秀的射手单位，哦，我们看到他们了。不过怎么只有两个敌将？哦，还好，他们要走进树林了。我们啊。不好意思，我的闹钟。可是我想要跟进。准备开战，骑兵就绪，跑起来！骑兵听命，快点！射手就绪，稍微往前一点吧。按着空白键就可以看一下那个啊，你们又会移动射击，你们真的好神奇哦！到底为什么你们会移动射击啦？好了 ，King 呢？好了好了，不要再移动射击了，打森林之打，我帮你打森林之师啊，不要乱走。箭在弦上，好，打回收兵。好，我先前进吧，他们不可，我觉得我们的敌人不想给我们时间呢，所以我们得走。我们的人员还在慢慢来，我们得快点。战斗准备啊！哦，我们在树里面战斗很不适合，就是。我军伏兵已暴露。啊！居然暴露了！关羽攻击 ，fight him！ 张飞人力，张飞人力有点担，让我担心。来来来，裴元绍你就死吧！来来来，张飞你去攻击弓箭手好了，要有用。我好讨厌树林啊！然后说我们在城市内也不可能撤退，所以说只能打下去。加快脚步！张飞，快点快点！跑起来！跑起来！杀他们，让我们的弓箭手更多余裕啊！敌兵在此，好，别过来。然后我们的步兵啊，伤亡惨重。但是我也没办法。敌军仓皇逃窜，一群懦夫。要我们还不会仓皇逃窜啊！准备好了。哦，张飞一下就把他们打溃了，不愧是我们最强大的弓箭，最强大的敌，最强大的部队。已经没准备了吗？已经没有了吗？你真的没有了？好吧。史时已尽，拔剑杀敌。你们两个先后退好了。
抓欧哥，不想让你被打了。张飞干得好啊！啊，你们终于到了，真的是很慢。算了，反正弓箭手到了，你们就先射击吧。然后我们还在跟他们酣战。裴元绍，你快死啊！我们射手太少了，现在射手太少了，但还是勉强攻击吧。敌军仓皇逃窜，一群懦夫！哈，一群懦夫！好，继续追击他们，别让他们回来。我真不懂为什么要说我们会输诶，这个 auto resolve 每次都是这样子。哦，暂停一下，暂停一下，我会继续控制。继续射击了，箭加不留，骑兵注意，弓箭准备，骑兵上马，进攻，装备开战，弓箭准备，射击，做好准备，跑起来，用上。胜利近在咫尺。好，我回来了。哦，我家父刚才打给我，哦，我岂有不接的道理啊？好，继续打击啦。哇，我们这打这么久都还没把裴元绍打败，但我个人还是最注重的是黄绍啦，黄绍太危险了。他们有在战斗吗？有，我们又把一队打掉了。射手，射手，继续控制。哦，哦，他朋友死了。哦，那裴元绍的部队应该是爆了吧？来来来，对黄绍发起攻击啊！我军士卒仓皇逃命，真乃丧家之犬。可恶 ！How dare you！ 又没有长枪卫兵哎，那还不错。长矛兵还不错。哎嘞嘞，他居然想要来直接攻击我们。这个黄绍他到底在干嘛？哎呀，真是的。哦 ，victory！ 这是真的要把黄绍给杀死啊！反正我抓到人，他也不会投降。倒是裴元绍比较可惜，我就把他杀死了。对，他说，因为刚才黄绍有暴怒，所以说应该是裴元绍被我杀了，被我斩落马下。啊，射他们，射他们，应该可以吧？只是一句，无法继续射击了。天哪，你们只剩两发，好吧？耶，没箭了。好啦，我觉得算了。黄少还剩下多少人？八人，好吧，你们全部一起来揍他。好，你们也是，你们也。快点！算了吧，别射了，别射了，要射到自己人就搞笑了。好，真不懂自动计算呢，真是每次都这样子，每次都要给我这么糟糕的几率。这是真的要把黄少斩落马下啊？应该是有可能的。黄少，你在哪里啊？他死了，他死了，完全没有看到黄绍被击落那一瞬间，我觉得好可惜哦。还有将领吗？没有，那是裴元绍，他死了。看一下，我看一下他是不是死。他没有吗？哇，他没有死哦。那他刚才那个暴怒是怎样？如果他没有死掉的话，看一下。他真的没有，哦，对，他真的没有死。好吧，算了，随便他。Victory is ours, and Huang Shao died again. 关键一胜啊！我绝对不会按重新对战的，因为我已经是普通难度了，我还按那个就太没挑战性了。哦，真不懂 Auto Resolve。Auto Resolve 虽然说我们会赢，但是会说我们会英勇惜败。他妈的，这是扯淡。
喵喵的扯淡。哇，我们骑兵搭得非常优秀，然后当飞也做得不错，虽然说他的卫队剩下不少人。啊，然后黄金军战士就很黄金吧，呵呵，很一般。我也在想要不要玩个黄金贼战役，但是对，先把我们曹操跟马腾的也做完再说吧。我也在想最近要不要干脆先暂停手机游戏的一切事物，然后专心在实况三国上。其实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好齁。嗯，大不了多出一片啊，也不要影响到其他节目的进度。哦，不过这关键一胜还不错，虽然说我们又快要30分钟了，哇，打了7分钟，然后读取又那么久，有点烦闷，但算了啦，我们就继续战斗，继续斗。有一队真的被我们打到没有人员了，然后这几个会被解编吗？我也不知道，这几队也都被我们打光了，啊，只剩一个人应该也会解掉吧，就只剩下三队人马。加这个裴仁绍还活着而已，哦，这是我们的一场大胜啊。不过相反的，我们也没好到哪里去了，我们损失了四队人马吧，起码。哎，我没什么问题，活着就好。We are living another day。跟黄绍的战争让我们很意外，我还在想要怎么跟他对抗。哦，违令者斩！我有说为什么要违令者斩？等等啊，耶、yeah, ，他死，他跌倒，什么东西啊？此战虽胜，仍不可骄纵。我也没想骄纵的，我们把裴元绍真的打死，但黄绍却没死啊。原来可以看这个东西。哇，我们损失的比我预期的还要多很多啊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队，不过弓箭手没事就好。好，我在想要怎么做会比较好。放了吗？哎，把他放了。尔等罪不可恕，但还是饶你们一命。啊，饶你们一命。哦，我黄绍被我灭亡了，这个势力已然覆灭。名为历史的战场上又少了一位猛将，他们的名号可能会流传后世，亦或就此淹没无闻。即便稀世英豪，也不过肉体凡胎。如果将领阵亡，就需要有替代者。继任将领会继续进行未完的战斗。我想防守，我觉得我们最近蛮常接防守战的，那就用这个吧。张飞没有升级，关羽没升级，不过我们人会死太多了。我在想，我没有办法把它替换掉，因为我们都已经很高级了。法令必行，法令必行。文良还有多少？我们目前还有23万啊！哦，那是人口。粮到底还剩多少？我觉得我们的存粮其实没很多。哦，有，我们减一。我要怎么加呢？哎呀！不然还是得去找一些农地来占，对吧？不然就是只能买食物。不，那是不重点。我受损 ，Why？ Damage taken。我要怎么修啊？让我修啊。哦，这里。啊，按到了。好，那我就升这个啦，升这个。四回合。我想要对交换单位的话就可以，交换单位的话就可以换了，就可以强化了。就可以招单位了，要吧？好，换个人。Raider Cavalry 这个真的没什么用，我不喜欢他们。这个吗？还是我们等他回来呢？哎，我也没有更好的兵可以招，我让关羽招募一点人好了。
啊，关羽一直都缺那个。哦，我们可以用一些长枪卫队。好啊，招募他们会让我们的前线防御更为优厚啊。哎呀，这样我们少好多钱哦，还是不要吧。你不要，因为我们已经剩五十九的，剩五十九的。这样行不通。袁绍还要两队，而且他们人都满的，但好糟糕、哦，好尴尬哦。虽然说，对，这应该没办法让他们过来啦。哦，这边有路，应该是没有路，应该是路吧？这是对，这是渡口没错，路桥，那就很麻烦了。Reform， 来吧，选择一个。我想要更多粮食生产，可是我没有农地，真的很尴尬。这什么？可以解除什么？为了先。哎呦，没说这样。看一下，疾病哦，这是疾病。Calvadius， 招募成本减啊。好吧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这个。哦，疾病啊、哦，疾病是我的想法啊。关北，好吧，疾病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替换了。好吧，还不行，哈哈。不。哦，恩修，不要来找我，不要来找我麻烦好吗？现在真的没有力气跟他打、欸，我想要补。哎、欸，那上面写什么？刚才有什么东西？哦，这个，这什么？他没有让我选。好了，反正我们先把一个盗贼给灭。可与该派系签署。还可以签署贸易吗？我现在团结度还不够高啊，可惜啦。持续补员，持续补员。嗯，一回合就可以满，四回合成。反正我们就慢慢补给，直接也得补给。温良仁义，并非软弱。哦，好，我们把这个升级升级，我们就可以有更多钱。现在问，我们又有粮食，这怎么算的啦？哎呦，吓死我！袁绍跑进来了。如此才能避免无谓的冲突。好吧，我觉得接受。今日你我达成共识。我在想要怎样才可以组联军，我因为我不想被袁绍这样干掉，必须要想办法解决掉他的威胁。虽然说他一定会在黄河上面打啦，但还是很麻烦。袁绍还想南下，哦天哪！Why they doing this to me？ 诸位来共享所学之术吧。集结速率哦，这样子不错了。好，看一下能不能换成几兵。刚才有说有几，这也不能 merge， 真的是很糟。对啊，都不能 merge， 哈哈。哦，哦，关羽就可以招骑兵，他们维持费160，现在这队维持费才60，所以我才可以用怎么样？哦，骑兵就不是义勇兵了，天哪，哈哈，超那个的，超糟糕的。我想用强一点的部队啊，益州工兵也不算是那个。哦，一周工兵是民兵，但射手就不是民兵了，就不是义勇兵了。天哪，这到底要怎么打？我可不想只用这些东西，我想用强点。啊，不过配刀兵没什么改变，我还是只能他们单兵淘汰。好，要不要再换一下？这队才两个人。换成剑士，这样不会有问题了。Next round, next turn， 袁绍不饶过我的话，我没办法离开东郡。说真的，我很想离开东郡，但要是袁绍真的不放过我，真的拿走。好啦，我知道他是我们的友方，他是要去打那个吧，王朗，把他跟王朗开战。我想要有牧场啊，啊哪里有牧场？和睦相处，不、哦、错不错，有什么观点？嗯，
OK， 我没什么差别。刘备的派系应该就不会遇到一些那个问题。哦，好，我觉得我们慢慢这样补员也不错。这样，强行军队我们没什么。铁矿场下回合就可以升级，就有更多的金钱了。哇，灭皇哨，因为我们等太久的那个读取时间了，所以我会录久一点点。游戏玩到后面就蛮稳定的，不会一直跑，就不会卡那么久。哇，彭城原来这边在占领了。袁绍到底会怎样才跟我才会肯跟我和平？哦哦，黄金起义军被覆灭了。OK， 冠名拥戴哦，加公共秩序也不错。Yeah，public order。他说我拿狼爷真的好吗？因为毕竟是别人的东西，毕竟会是恐龙。不，对啊，随便。礼贤下士，远行归来。去细思冥想，我们下回合就可以补满了吧？可以补满，这边也是，下回合就人力充足还是很重要的。都要两回合，这骑士要两回合。港口干嘛？粮食产量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，但我也想要钱。这个呢，会有多更多太多粮食配给，减少部分了。我没有时间搞这个。好，先转换这个。Next turn， 我觉得我们又开始在，对，一直管理都市的 loop， 但是也没办法啊，我也没办法，你让我现在去打袁绍吗？啊，送死啊，送死啊，这是。好，干得好，拿回来呢？没有，红尘。哎，除非我能跟那个和平，不然我都不太想离开这里。应该说不太能离开哦。看一下哈，已知势力 ，Known Faction。哎，他对我很黄色的。有时候和谁签署条约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条约本身。如果想要签署重要的协议，就要找愿意签约的派系。给你钱呐、啊，拜托你饶过我好不好？让我往南边走了，不想跟你打。啊，要付多少都可以。我怎么哦？该怎么读？哎，好吧，对，我们没有别的选项。你我所见略同。他根本就是来跟我讨钱的，可恶！好，我们损失很多钱，不过那不算什么，议和重要。好，我们往南边走吧。我已出征归来。哎 ，Force March。准备急行军，准备急行军，两回合就能到。好，我们终于可以行动了。天哪，我们终于可以走了。啊，袁绍应该不会突然对我宣战。耶，又是个 reform， 好快。其实是因为我一直按下去。我想要有招募成任官员那个，帮建筑维持费减25%。外国贸易签订书加一好了，用这个吧。我想要更多贸易 trade income， thank you。好了，既然都有了，我们就来问问看谁可以跟我们。百目之中，阴阳平衡。好了，妙。那么妙是吧？好，我还有比较多东西可以跟我换，来吧。这很合理。好，我不跟你要钱。I want。平定天下，平定天下。好，那我先走。我们已经没事情，已经没有那个了。好，再来，再接再厉。无法解决所有问题。刚才谁对我先宣战的？不好意思，我要拍桌子一下。哎，算了，我给你。无心甚慰。我已经没有钱再给你，我就给你那把对剑吧。反正我还可以再拿，没有差那一点。我觉得我应该会打王朗啊，因为他是陶谦的对手。哦 ，What do？ 啊 ，God damn it！ 他会攻击我的城市吗？我不会，他跑掉了。What？ 他想攻击我的城市，他真的来了。No， you can't do it。No。
哦，那很烦呢。我看他有什么部队。战斗中受伤的将领，或是被抓住的细作，都可能成为俘虏。俘虏要么获释、哦。觉得完蛋了，我没有粮食。对，好，我没有，我只是想看人物。来的任务，我就指定你帮我管理。俘属的成员可以安排执行任务，从而强化派系。查看可用的任务，看看有哪些强化。交给你了，这样应该会给我们的驻军更多驻军才对。我们驻军真的好少哦。哦，我们只有一队戟，然后两队枪，剩下的弓箭手。天哪，我看怎么守？虽然说我们有城墙了，啊，我还是组建一支军队了，让简雍，他是官员对不对？好吧，没办法啊，对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升官，所以没有那个办法，没有任何办法，没关系，我就交给他了。一统天下，来吧，大汉，他知道我们又没事，然后马上就派人来跟我打，真是的，这个小行程有何 garrison。这样行不通，完全不能知道还有什么 garrison。开战，一统回来一点点好了。拜托啊，东郡绝对要守得住。那个敌军有两支部队嘛，他到底想怎么？他现在还在强行军。若还为百姓着想，那就答应我们。Never。如你所愿。居然要我当你的从属，还不如要我吃大便算了。啊，今天有蛮多好玩的事件了。欸，他跑掉了。Flee like a coward it is. Flee， 他又回到水上，到底想干嘛？好了，你的人口众多，当务之急是收。我想要收获更多零食、粮食啊！可恶的时间，这时间会把我弄死。好啦，不然没办法，我们没有农田，我们就只能用鱼商了，把我们的渔产给弄回来。团结一心，好的，恢复原形。嗯，好，好，拿些狼爷吧。这也是小型车。拿起武器。哦，我们可以这样子。算了，我没办法、啊。对啊，这个我们太低了，就一下就花50，会不会太神奇了吧？好，我们还是得要盖好东西。好了，继续围。天命在此。嗯，好了，我觉得今天先到这边结束吧。我们下一回合再把城市攻下来啊，因为攻城战又要打很久啊。就说对啊，我们只能先攻下来，要七回合。向前进军。OK。我要围七回合，他才肯投。这边有什么驻军？我先看一下好了。这边有他自己的卫队，王允哎，我想要他。王允，议和者嘛。还有剑卫哦，这个剑卫骑兵还不错，不过他没办法抵御长枪，配刀兵很一般，那弓箭手也是很一般。那这个校尉还 OK 啦，反骑专家，长枪卫兵就有两队，真的有点劣势。刀骑兵，他就是一般工兵。结果我就在想，为什么 garrison 的士兵就那么的简单，名称就这么简单？你可以叫他驻军攻守啊，为什么就要叫工兵而已？啊，这样也没比较有 diversity。好啦，那我想我们今天先到这边结束，就下部影片来攻打狼爷这座城市。攻城战虽然我一向不是我最擅长的点，但我想我们还是得做该做的事啊。对呀、啊，全力奋战。反正我们现在人员是满的，不用担心问题，不担心。好，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